题，在这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，你们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，想和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嗯，那我们就听听一博和于适两个人。那我先表达一下，就是能够来到这场，我其实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嗯，其实不光是我相信所有人在之前没有那么近距离的接触过战斗机，当在天上非常小的一个飞机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，非常的震撼，而且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飞机，我非常自豪。每次拍摄的时候心里都是满满的自豪感。谢谢，谢谢于适。一博也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觉得是飞机的发动机的声音，嗯，这个声音会让我这辈子可能都会留在我的耳朵里。在升空的那个瞬间，天空中撕裂，让我非常的自豪和骄傲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一博的分享啊！我相信刚才的那样的一种声音，发动机起飞的声音，大家也都听到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中国强大的声音哈、啊。一博老师，我有两幅画想送给你。是你自己画的是吗？是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全盲的盲童啊，他做的画，想送给主创，然后还有导演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真好。然后我们会永久收藏。谢谢你，谢谢，也希望你每天都。啊，你是三副都收藏啊，还是？还有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，掌声再送给我们这位妹妹，太可爱了。